好了，大家晚安，我是 Masashu， 然后这次进行的游戏录制叫做 Don't Starve， 就字面上翻译是叫做不要挨饿吧，还是不要饿死吧。然后因为汉化组的关系，所以把它翻译成饥荒啦。啊，我叫饥荒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饥荒。然后它好像是类似一款生存的游戏啦。然后这一面就先开始我这次游戏录制吧。Start， 哇，新游戏，改变角色，好嘞，绅士科学家，我用我的鹰眼征服他，展出一把马，不需要，莫名其妙，不明人物，喂，这有翘胡子啊，不明人物，这是什么？蛤蟆，好吧，那只能选一只人物，自定义世界，开始 ，Let's start， 现在时间是10:05。世界生成中，广化蜘蛛东西，哪里？然后这一款游戏是在 Steam 上面的平台上的游戏哈，然后它是好像蛮好玩的，它之前的测试版本出了蛮久的，然后现在出，我就来玩看看吧，看这款到底是多么好玩的游戏啊！不要挨饿，好的，我不会挨饿的，哪里？小哥，你看这状况不佳，你是谁啊？警察？哪里？哪里？我可以动要干嘛？工具？哪里口嘞？斧头？鹅嘴锄？先我把画面拉一下好了。哪里口？工具？这什么？哪里什么都没有。光明黑暗，萤火，呵呵，是什么？陷阱，科学机器，战斗 ，fight， 草地套装，还有套装呢、啊，是什么？穿着，这是花环，萌动，莫名其妙，这要干嘛？你好，意味着春天来了吧？是什么？这是头脑，这是天数，有地图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搞屁哦，这什么都没有嘛、啊。地图是 table， 乌鸦耶，真可怕，忙了，你写的公虾、啊，有暂停耶，保型并退出选项，失真，音效，逐渐大小，这给我调到最大，游戏，回到游戏啊，回到游戏怎么还是这里啊？关闭，继续。收集草。哪里？右键检查。弓箭回，假装猛。所以说我们要收集东西吗？我们来收集套装好不好？战斗草地套装。这是什么？捡起种子。种子使用。哪里？发生什么事？莫名其妙。兔子，他在找胡萝卜。等一下，通向巴尼门王国。巴尼门什么东东啊？收集草。有戏，兔子，不要走。什么声音啊？吵死了。种子，捡起种子。种子要干嘛？打碎岩石。砍倒树木。火山坑。火炬。科学。那什么？有点复杂，想要干嘛？莫名其妙啊！闭嘴。It's terrible。你会讲话吗？能不能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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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还在我在他生命最好的时候把他砍了，这样子。收集草的游戏，兔子不要走，兔子走掉了，这是在干嘛？收集草游戏啊，草有什么好的？我的口袋装不下它，卵石，这个叫卵石泥啊，里面就是大岩石。有水，海浪滔滔，不能下去了。这是什么？
浆果灌木虫，也许他们会再长出来。没了没了没了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要干嘛？哎，树苗哎，哦，树枝树枝，所以我们，斧头串造，不能串造哦，我们缺石头，我们需要小石头。哎，花哎，树苗，它传到教训了啊，没差。哎，萝卜萝卜胡萝卜，哦，胡萝卜，丢掉，捡起胡萝卜，莫名其妙。检查，我们哎哪里？哦，火炬火炬，这是什么陷阱？热血没有，战斗哦，草地套装，入夜了，我只剩一团火，哦哪里？哦，深夜了，深夜了。光明，我们需要火炬。哦 ，the fire， 我又火了。胡萝卜，花儿，花儿，哪里？收集树苗。哪里？胡萝卜。又见一只光线。哦，哪里？哪里？烧起来了。哪里？什么东西？哪里？哎，灰尘，灰尘在干嘛？火灾后就剩下那些了，废话。我可以找鸟吗？攻击 ，attack 呀！没打到，miss， 藏青树。所以这是收集，收集，呀，没打到，打不到啊。哎，火石哎，火石哦，哦，我有工具哦，工具是斧头，噔，装备，哪里？门变得好暗，可以砍树吗？消息呀，到，哪里？都，都，啊，你妈砍断它嘛，大力一点，大哥，断不断？断不断？哦，有了，有了。接招大自然，呵呵呵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藏青树，中国，行嘞，打不到，砍，砍砍砍砍砍砍，接招大自然，呵呵呵，木材可以干嘛？引火，火炬，火山根，陷阱，没有科学，呵呵，草地套装哎。哦，远古，好像那个原住民吗？还是怎样？哦，设计球收集游戏，哦，这边装备哦，哦，还有帽子啊，花朵，所以我们这个花要几个？看不到那个数字，呵呵，看不太到，算了，天好像越来越暗了，我们来引个火，哪里？哦，光明。我们来引火，诶，啊干干干干干干啊，发发哦哦，花花之力啊 ，fuck you fuck you， 哦哦哦哦哦，哪里哪里哪里，哦，可歪呢可歪呢，哦哦哦哦哦，快快断快断。木材木材木材，可以加可以加吗？添加燃料，哦，有了有了，更换了。可以干嘛？它看又好看又舒服，哈哈哈哈。所以我刚刚是被打的意思嘛？我智慧就下降的意思嘛？我们需要补个血，看一下花瓣可以使用。你竟然吃花瓣泥？花瓣有什么好吃的？种子丢掉。吃掉，有补血吗？没有啊。果酱吃，那这边怎么用？割草，割什么草？我变小了，家伙家伙家伙！哦，砍树砍树砍树！啊啊啊啊啊啊！断断断断，哪里哪里哪里？
哪尼？哦，哪尼？哦，第二天了。哦，快砍树，砍树，砍树！快收集，收集东西。所以这个我们是生存游戏吗？要一直活下去啊！哪尼？对，中国，中国要干嘛？种植？有种在这边有种吗？你有没有种啊？莫名其妙。你有种树吗？没有啊，我感觉没有你在种树啊。好吧，陷阱。我们需要工具的是什么东西？伙食。你需要伙食。好吧，看一下地图。好吧，这可以拿起来吗？不能。收集树苗，捡起种子。种子可以干嘛？丢掉。连种子只能拿起来丢掉。收集草，收集花，这可以做了没啊？就八几个，莫名其妙。天是不是快暗了？怎么有点天有点暗的感觉？哦，胡萝卜，胡萝卜，丢掉。为什么要丢掉呢？他学到教训了，攻击 ，attack。怎么都没有。收集花，蜂窝，攻击。行嘞，哦，战斗音乐，行嘞，行嘞，大佬大哥来了，不要来，不要乖乖乖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啊，狗没拉塞，哦，甩开了，甩开了，伙食嘞，怎么那么多蜜蜂啊？花儿，周喜花不跟你吃，蝴蝶，哪里？哦，下雨了，这里居然还会下雨啊，莫名其妙。工具，对，可以打碎岩石，砍倒树木。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什么？穿着。我最后把这个好了，这把干嘛？灯，这干嘛？打碎岩石。所以我们的火把是引火，需要木材跟草。这个火山根更有安全的，我们需要木材跟火石要12个啊！你在抢钱是不是啊？收集花儿，所以我们需要草根树枝哦，草根树枝可以生成火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火石，火石，我们都不用吃东西哦。好吧，我们吃个胡萝卜哦，加血加血，果浆，浆果。吃，你都不会拉肚子哦，随便乱吃。好吧，砍仙木，斧头，啊哒，跳跳跳跳跳跳，磕，这跳呀，接招大自然。啊，我的松果嘞，种植哦，右键可以种植哦，所以等一下，我们原本在，这边吧。收集花儿，这个都不能做。好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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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好玩哦，生存游戏啊。没有，收集树苗，树苗，树苗，树苗。叭叭叭，吵死了！你们不会讲人话？个个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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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感觉回到石器时代啊！你不是科学家吗？怎么变石器时代了？去，莫名其妙。胡萝卜，树苗。所以斧头是一个伙食，还要消耗伙食啊。啊，入夜了，哪里？我们去收集点伙食，伙食应该这个吧？我跑去下面找看看。可爱呢？可爱呢？啊，可爱呢？好多蜜蜂的声音啊！我的锄头这里，哇！地雷？怎么是地雷？接下来会爆吗？哪里？哦，岩石、果实、岩石、胡萝卜、岩石可以吗？我可以用它吃东西。这是什么陷阱？科学，
这什么？金块，还有金块啊？没有金块啊，大哥。莫名其妙，我要入夜了，我们来引个火。引火时间到了，引这个火，引在哪里呢？引在比较靠近资源的地方好了。喊你口令，是什么？一小口，是什么东西？喊你口令，那什么东西？那什么东西？我吃了什么东西？乌鸦，奇呢？吃不了，很好。天黑了，天黑了，天黑了。赢在哪边呢？赢在树比较多的地方，我们来砍树好了。看一下。好吧，就是这边。萤火时间。Fire！ Yes！ 哈哈哈哈！胡萝卜可以种吗？不能。好吧。我们的斧头。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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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es。我们来种一些种植。哦，这么快就长出来了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接招大自然，你知道马上就长出来了，是怎样？超级肥料，莫名其妙，有点变小，变小就加燃料，可能木材很多，这不知道可以干嘛。科学什么都不会，这个嘞，这个有了，这个不知道怎么收集花儿，花花花，再来一把斧头好了，斧头，第二把斧头，两把斧头，超强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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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里？断了，跳，大自然接招吧，加燃料，哇 ，fire！最大了，最大就这样。行诶，行诶，跳跳跳跳跳跳，这家伙的发型好帅哦，不愧是疯狂科学家。然后这是为什么他会来到这边来？不知道。瓦格拉奈，捡起种子，种子种子，好看又舒服。好看又舒服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干嘛？现在要伙食，好看又舒服，莫名其妙。现在要干嘛？陷阱，好看又舒服，好看又舒服。手提灯，手提灯。所以我现在要大家走散吗？要不待很久吗？我有点变小了，家伙家伙家伙，破啊！呵呵 ，fire！ 呵呵呵现在要干嘛？哪里？存档时间到了。哪里？那存档有点久啊。好啦，现在时间是10:23。为什么那些鸟会掉种子啊？奇妙。好吧，我们去收集一些伙食之类的东西好了，不然都没有伙食。Go go go！ 他走路手会换的，换来换去的，哒哒哒哒哒哒。他走路是左脚，他脚会左右换的。跳跳跳跳！为什么这个叫地雷？明明就石头，石头就石头啊，地什么雷？莫名其妙。消死消死干嘛？我不是地质学家，我也知道，你是疯狂科学家吗？谁来现在干嘛？陷阱不知道干嘛？哪里？陷阱，设置陷阱，点起陷阱，设置陷阱。这在干嘛？胡萝卜。受打。我知道了。我们是不是该吃个东西啊？有什么可以吃？花瓣，吃花瓣。兔子。来来，兔子。兔子，兔子，快去吃那胡萝卜，种子，给吃种子，吃，来吃，吃，听到有东西中了陷阱了，有，兔子，兔子，兔子哪里？兔子谋害，
丢掉，丢掉会跑掉吧？它死掉了一只马，怎么那个眼睛发白了？谋害，哪尼？一小口哦，吐肉吐肉，哪尼？哪尼？这不知道这是什么，这是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好吧，我们再来设置陷阱，嘿嘿，乌鲁破，有戏。来来来来来，笨兔子来！啊，我要毁了你！跑掉了，莫名其妙。你在干嘛？我可以打，你打你吗？噔噔噔噔噔噔，收集草的游戏了。所以陷阱是陷阱需要草，好吧，收集草，收集草，收集草。有没有石头啊？石头或是火石之类的东西？怎么感觉火石很稀有啊？这些兔子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啊！怎么弄这兔子啊？哦，怎样？是兔子，兔崽子！哎，你好！啊 ，attack it，attack it， 啊，进来！不要跑，有种你就不要跑进兔子里面。不要跑进洞里面，你还不跑，我要毁了你！死内啊啊！死内，有没有什么弹弓之类的东西吗？你那么多树枝就不会做个弹弓哦？哦，弓呢？我需要石头啊！来点石头嘛，大哥。好吧，我们回去看看，应该有兔子上蛋了。我要毁了你！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有戏，有戏！兔子，身上有只兔子，这是血吧？然后是什么？这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好吧，我们来寻找火石。我们需要火石。我要做看看这个是干嘛？我们需要更多的，这是岩石啊、哦！你好，果实，全像棕树一样，条那么，花，花儿，做什么？花环，安神专用哦。OK， 然后可以干嘛？莫名其妙，天要黑的意思吗？种子，花哦，火石，火石。胡萝卜，胡萝卜，胡萝卜，胡萝卜。花可以干嘛？这是什么？绿蘑菇，它正在睡觉。蘑菇竟然在睡觉啊！哦，岩石，岩石，地雷。我要生一团火，跳跳跳。金块，哦，有金块，有金块。岩石，岩石。我可以盖这个了没有？跳跳跳跳跳跳！哦，金块金块！所以这边是专门采岩石的地方吗？哦 ，OK， 我最近在这边扎营。火山坑，这是干嘛？哦，怎么开始变小了？添加燃料，我不是才刚点起来就就要添加燃料，又看又舒服，好看又舒服。跳跳跳跳跳！哦，火石，好多火石！昨晚真的在玩上次什么？哦，这个好亮哦！哎，池塘呢？池塘可以干嘛？一株植物，植物，池塘，池塘，植物，要哪里？哎，这是啊，芦苇。哦，芦苇干嘛？我先回来这边好了，等一下被暗算，我快饿死啊！哪里？你要饿死，来吃吃吃吃这个兔子，一拍一个条哎，哦，兔肉兔肉，食用，好像再加一点点而已哦，可以烤胡萝卜吗？条，你可以呢，哦，烤胡萝卜，哦，有有有有有，那这个嘞，这干嘛？可以可以，哎，这可以拿来烤啊，你们吃还可以吃什么东西？种子，烤种子，呵呵
烤就真的是烤种子啊，莫名其妙。嗯，松果，哦，松果是蓝料，好吧。斧头，咬树枝，火变小了，家里火，有戏，好看又舒服，有戏。嗯，那你可能科学机器，你在被冲向。喂、欸。哦，可以干嘛？还把物体分解它们最基本的化学成分。哦，纳尼？纳尼？纳尼？我解开了什么东西吗？纳尼可瑞？建筑？这还有建筑啊？经验？魔法 Magic？吞吐？都锁住了、啊，这有屁用啊！那你什么东西丢掉？丢掉什么？捡起背包。哦，这什么？怎么弄？好看又舒服。这什么？哦，这是装备哦。哦，这小包包哦。呵呵呵。哦，这个。所以这个没用了吗？好吧，所以这个是盗墙草。那你时间到了。也停太久了。Hello，停的有点久啊，现在时间是10:31。莫名其妙，呵呵呵，莫名其妙的游戏啊！人家好了没了？哎呦，天亮了哦，Hello，Hello，哦，天亮了，天亮了，光明。所以这有斧头、凿子，铁铲、移动植物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？这地图好大哦！好吧，我们继续踩石头，跳跳跳，果然装不下它了。好吧，我们再做一把。所以靠过来的时候可以，靠过来的时候可以用新的东西，对啊，这个战斗原木套装，火腿球棒呢，生存，就我刚才是做了一个背包大背包。背包，大背包，呵呵呵，陷阱，什么大陷阱，呵呵呵，超级大陷阱，我快饿死了啊！你快饿死了，来来来，看一下，给不烤木材啊，呵呵呵，烤木材来吃。随便吃。吃这个好像不够啊。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去抓兔子，我们先做一把。走，游戏，跳，跳，跳，游戏。金块，金块可以干嘛？不知道。好吧，我们去猎兔喽。我们去找兔子。所以这边会有个记号，好吧？那等一下避难，我就来这边避难。那这包包不知道干嘛，莫名其妙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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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收集些草。所以陷阱 A 是生存陷阱，陷阱是这个，这是包包。有捕鸟器耶，这是什么？丝绸？好吧，等一下我们有空就来捕只鸟嘞。所以这边是兔子的区域吧？那我去上面。种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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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种子。鸟挖种子，快使用飞叶快刀。灌木头，我们来做陷阱，游戏。放在这边，救鹅游戏。然后等下这个笨兔子上蛋，呵呵呵，笨兔子就是在捉你呀、啊。绿蘑菇趴在睡觉，火丝火丝火丝。所以我陷阱会有记号吗？有呢，这是吗？好像是。收集草，
我们再做更多的信。有没有胡萝卜的记号？好像没有。哦，快饿死了！我知道你快饿死了，我也不想这样子啊。好啊，吃这个。哦，我们需要兔肉。哎，怎么还没有兔子上蛋？笨兔子，呵呵呵。什么？什么东西在发光？哦，快饿死了！哦，不要饥饿。啊，你什么？为什么要攻击？哦，蜜蜂啊！哦，喂它什么东西？啊，你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呵呵。果实可不可以吃花？哎，可以吧？花呢？哦，好啊，刚刚游戏断掉了，莫名其妙的，呵呵，不会吧？我电脑真的受不了啦，连这种游戏都不能录的啊，完蛋了。好吧，算了，没关系，还好这游戏有自动存档，那我们就是，也只能就是。慢慢录吧，哎，这有这种阻挡啊，那就没差，一样照录。刚刚是建档的时候，就是我录制的时候建档的时候失败了，然后现在就整重来啦。好啦，我们快饿死了，我们需要去捕点兔子来吃啊。我们需要兔子，我们来抓兔。快饿死了，我知道你快饿死了。我也不想这样子啊，兔子，都没有枪或武器之类的东西吗？什么都没有啊。好吧，这什么种子？吃种子，吃种子长大的。好吧，我们这个陷阱在这边。不是啊，不是吃掉大哥。来，算了，先准备好了。春天来了，这里有春天吗？我不知道，呵呵，莫名其妙。收集花，吃花，吃花不会解饥饿吗？吃花，怎么都没有，呵呵呵。吃花，抓到了，好笨哦，笨兔子，呵呵呵，超笨的，有没有？再来一只。来，不是丢掉了，你丢掉干嘛啦？我们就叫找胡萝卜。蘑菇、种子，种吃种子吃种子，我没有加吗？哦，有加，一次加10个，游戏。兔子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萝卜，小萝卜应该在这边吧？好吧，找一下。这边我突然过了，这边什么都没有啊。萝卜，胡萝卜。花儿，吃花都不会加东西哦，这是血吗？吃花会加血，莫名其妙。胡萝卜可以游泳吗？不能。那这家伙怎么会被送到这边？不知道，莫名其妙。花，不给你吃花，等下，该死的蜜蜂，吃花。117118哦，会加血哦，呵呵，那我们吃花会加血，莫名其妙。这花有没有毒啊？你这样直接这样直接吃下去啊？好，现在时间是10:43哦，终止，我们还撑到第五天，然后就准备收台吧。所以这游戏应该可以玩蛮久的吧？目前还不知道干嘛。胡萝卜，这个树是怎样？挂掉了，有没有哭啊？哭上的脸，游戏，吃，胡萝卜没有胡萝卜，抓到了，耶！怎么看到现在几点了？看不到，好吧，我们再来抓，不是这个，我的陷阱呢？哦，这边。游戏，兔子，一只兔子，哎，才一只兔子，两只兔子，兔子把它放这边好了。兔子，种子，游戏，
有没有散弹了？呵呵呵呵呵，你这个笨兔子！呵呵呵呵，耶，哟西，再来抓一只。我们等下吃兔肉大餐，哼哼，来吧，三只兔子，兔子，哇，准备入夜了，入夜了，准备生火。哎，蘑菇哎，蘑菇干嘛？绿帽子，哎，新消息，新消息，啊，天亮黑了，胡萝卜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噔噔噔噔噔，我的火灾，哇，那么远啊！有点远啊！啊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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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快点，大哥，跑快一点啊！快点快点快点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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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哦，蘑菇，是要捡蘑菇。我嘞，我藏在哪里？没意外就是这边吧？啊，有了，也行，来生火。记录什么？添加燃料，哦，要洗。科学机器，不知道，莫名其妙。所以我们只要从清洁机洗出来就可以解锁这些东西吧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好啦，不管了，我们先斧头，我们先砍点树，我们等一下天黑就囧了，等一下没有燃料就抢惨。哦，有很多，接招大自然，他是尝到教训的，哼哼。来加东西啊，添加燃料，有戏啊！我的松果嘞，种植，然后马上长出来，超厉害的，有没有？跳跳跳跳跳跳，有戏，都会变小了，太快了吧？好吧，我们来烤兔肉，兔肉，有戏，有戏，有戏。十六十五七七哦，九十九十九十，好吃，蘑菇条嘛，哦，吃补那么多，添加燃料，它是燃料，它吃了不会中毒吧？哪里？添加燃料，有戏，好看又舒服，好看又舒服，有没有更高级的陷阱啊？捕鸟器，大背包。治疗药膏，治疗药膏，哎，这可以调整视角。哦，这个，哎，它，哦，没有，看错了，哇，你还可以调整。好吧，食物，高级农场，啊，这还有农场啊，怎样？平时晒衣架，哇，十罐，是怎样？在玩牧场物语哦，有什么东西在那边？那你口嘞？哦，那你口嘞？我们往那等，哪里？这什么东西？有听在那边？哎，你好，来来来来，好看又舒服，呵呵，哪里？哪里口嘞？哪里口嘞？不要跟我说那不是什么东西哎，他竟然走到我面前，好看又舒服，知道啊？好看又舒服，知道啊？建筑物，好看又舒服。木板诊所，魔法，冰什么？穿着，哦，天亮天亮，现在时间是10:48，哦，第五天了，哦，长胡子啦，这家伙长胡子啊，莫名其妙，我没有刮胡刀，哪里？铁铲。豪华铁铲，还有豪华斧头，是怎样？怎么了？我们出现幻觉了吗？哪里口嘞？现在怎么回事？好吧，我们去猎兔子吧。不，这世界在摇晃了。发生什么事？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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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！
我刚看到什么东西那边飘来飘去的，莫名其妙。哦，哪里口嘞？哪里口嘞？哇，这是世界怎么了？我觉得这个世界是摇晃的。吃？看一下哦。我们再来抓多一点兔子。好啦，下次再录，下次再录好了。现在时间是10:49，那我这次的录制就先哦，哪里？哦，哪里？哦哦哦哦，火鸡，大火鸡，不要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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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杀你，不要跑，行呢，啊，追不到啊，莫名其妙。好了，我看一下哦，这叫什么？剃刀。哦，可以剃自己的刀，可以剃自己的胡子啊，骨头。所以这是一连串的扎刀、手嘎、剃刀。可是这锁起来了，为什么锁起来了？莫名其妙。我该拿哪里拿？科学。那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口嘞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我是做了什么事情吗？莫名其妙。啊，看一下啊，我要毁了你！好啦，现在时间是10:51，那我这次的录制就先到这边为止好啦。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按就是左下角的订阅及喜欢呐。那么这游戏我还要再摸索一下，这游戏有点不知道怎么玩呐、啊，不是说不知道怎么玩，有点还不太熟啊。那这些都不知道干嘛、啊？那怎么关？我不能吃它，不当然知道你不能吃它，莫名其妙。陷阱快用完了，看一下啊，灰烬。这是割草、树枝、松果。莫名其妙的。那这不能移动吗？这不能移动，再陪别的地方去吗？好吧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铁铲，铁铲，铁铲，这什么？这是铁头、插刀、剃刀。我们做个剃刀好了。哦，刮胡子，哎，毛，干毛，干毛可以干嘛？我的脸坐着他们，干毛可以干嘛？莫名其妙。干毛，哦，剃胡子嘞，脸变得好白哦，小白脸。哦，好啦，这次录制先到这边好了。那如果各位喜欢的影片，看左下的订阅喜欢，那我就先这边先收台啦。谢谢各位观赏，拜拜。